女子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女子熊，我现在在海老名，海老名也是在我们这个县，就是神奈川县里面，横滨市区过来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吧，对，反正我是第一次来。那主要呢，今天是要带大家去有鹿神社，因为那个神社很有趣哎、欸，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影片，就是他们头上会戴那个很长的葱。然后穿过一个那个毛之轮，今天刚好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熊猫的那种舞技，我今天真的是超期待，而且我今天特别穿的全身都是黑白，特别要来跟熊猫就是一起拍个照。是新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是铁道迷？哎，车头还蛮酷的。真的海老名市，然后一出车站就看到远远有一台他们的吉祥物公车。头上戴的是一个虾婆，香兰饼干，香兰 cookie， 好古早味的饼干哦，看起来很像台湾的猪耳朵，不过不是啊。那 Google 地图上面呢是说，从车站走过去那个有鹿神社大概是20分钟左右。今天的熊猫的祭典的舞蹈总共有3场，11点、1点跟2点半。11点半，说错了。这边风景还蛮不错的吧？我现在在一个桥的上面，这是什么土耳其蓝吗？好漂亮哦！哇，走到一半火车来了，怎么觉得又有在镰仓的感觉？上次也是这个感觉。我来到稻田了，田园的香味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感觉。可能是稻子吗？就有一个草的味道，还蛮舒服的哎、欸。你们看这个了，有人在自己家的门口卖菜哎、欸。噔噔，我到有鹿神社了，现在时间是12:55，哦，赶在5分钟前顺利到达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进去来看一下吧，寻找猫熊。等一下会有真人的神职人员为我们演出。那现在时间是12:59，再1分钟，再1分就会登场了，跟大家一起看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哦。头出来了，
还有吗？我超声到了，他手上拿长葱。顶到天花板了！别了，他拖进去。我环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有鹿神社，这边是刚刚长冲跟熊猫表演的地方，然后后面是他们的主殿。主殿过来这边的话是洗水洗手的地方，洗手的地方旁边的话是钟。那包括我到这边，哎，等一下，长虫冲下来，等一下，长虫，长虫，等一下，啊，我看到长虫了，天哪！拍照时间，那我们的冲要回去休息了。好，那现在表演已经结束，我们的长冲就是也放在这边，好可爱哦！我真的没想到，就是我真的可以亲眼看到，哎，噔噔，长冲的内部机密，完全手工打造，看得出来上面有那个纸胶带的痕迹。很有心哎，就完全都自己做的道具。关于长冲的秘密，请看这边是长冲本人，但是噔噔，这边也是长冲本人，所以他的长冲总共有两个哎。那这个的话是根据舞台计算长度。那另外那一个的话，可能就是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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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据说每年都不断在增长当中。舞台的旁边就是后台的外面，这边有噔噔两只熊猫的装饰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个手工绘制的熊猫镜饼，超可爱的，嘿，有点反光。然后这边是第二个的立体的镜饼，而且它有点透明度，哎，大家有发现吗？近看一下。应该也是手工制作的吧，怎么超可爱的。除了这个还有一个，常常会在他们的 SNS 上面看到这个超可爱的，你好，我是女子熊，终于来看你了，我今天也是小熊哦。天哪，他完全没有理我，应该是在冬眠。啊，こんにちは。悪い中、またムシムシする中、アルカ神社にようこそお参りでございます。あ、やっぱりベッドかぶると暑いから。あ、生き返る。あ、失礼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キリッ。あ、かわいいです。あ、この人も自分で作ってるけどカスタムでございます。
有点多余的鸡碎呢，一百吗？总店这边也有很多小惊喜，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。噔噔，这里面有住熊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你好，我是小熊。还有，不止这个，这边也是。这边是竹篱猫，他们真的很有心在布置这个地方，就是充满了童趣跟欢乐的感觉。这边是会马专区，来看一下。它会马上面的话是没有熊猫，可是有每年的生肖，就是非常应景。我刚忽然发现这边有两个小脚丫子，该不会？有熊猫的，今天本来天气预报是下大雨，所以现场就是包含我在内，刚刚跳舞的时候只有10个人，然后现在就是只剩我一个人了。那刚刚就是有跟神职人员就是聊了一下，不是，刚刚有跟熊猫大人聊了一下，然后他说这个的话是游客可以自己就是穿过去的，然后就是有祈福，然后还有希望自己健康的功能，的意义。对，那我现在就来试试看。那要穿过毛之人之前，我先来洗心一下。完成洗心，准备来去穿过毛之轮。穿越奇诺啊！准备5元、50元。这太低。天哪，野生的狸猫，野生的狸猫大人。这边有贩售熊猫的玉兽，超可爱的，还有会马，太可爱。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一个黑色的熊猫头？太厉害了！好，大家，那今天的有路神社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长冲跟熊猫，还有女子熊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对了，我的照片会放在 IG 跟 Facebook 上面，有兴趣的话再追踪我。